石密特！是在害哪家？声友啊！警官，冤枉！我就是收钱办事而已，警官。你就是爱迪超人了？是的，警官。找你真不容易，跟我走一趟吧。警官，等一下，放了我吧，我再也不当骇客了，真的，警官。少废话，找你有事帮忙。成功了。哇，这警官的老婆可真有钱啊，最近银行入账了1000万。果然是这个样子。怎么了？是婚外情吗？还是帮老公受贿？你是不是管的也太多了？我告诉你，这件事情绝对不能让第三个人知道。我保证不说。警官，那我那个因为打架而进入警局的兄弟，我会想办法让他出来的。真是太好了，警官，我们之前一直觉得你太过正直，有点不近人情，你现在这样可爱多了。是啊，我也变了。那搞定，我先走了。等会儿，帮我查出这1000万的来源。啊，快点查呀！有了，是个人账户。昏迷是什么？一个大男人沦落到我来照顾，男人的嘴唇这么薄，肯定发情。陆川啊，什么事啊？你不是休假吗？老大，我骗你的。就像你骗我一样。你说什么？一直以来，我在警局就两个偶像。一个是我爸，临退休前因为失职，为了名声饮弹自杀；还有就是你，
还年轻，很多事你不懂啊。我不懂。如果你指的是这一串数字和你手上那块生辰手表，我宁愿永远都不要懂。你想干什么？你要举报我吗？我告诉你，从这里走出警局不要两分钟，但是你相信我，你走不出去。陆川，我跟你爸爸是老同事了，我是看着你长大的，我年轻时候跟你一样充满热血跟冲劲，可是时间久了你就会发现有很多事情是身不由己呀。你不想看到我跟你爸爸有一样的下场吧？我明白了。你放心，好好的干，下个重案我会交给你的。嗯，爸一个样。请慢走。谢谢。哇，今天难得你请客，就不客气喽。怎么了？这间店很难预约，赶快吃啊。哦，好。哦，我想起来了，上次有人送我一张卡，在这间店可以折20000，都快过期了，不如今天用吧。可是廖总，今天是我请客哎，不过既然要过期了，那就用吧。以后我请你吃我们家巷口那间牛肉面，超好吃的。好啊。我只是在想，这样子的画面再多一点就好了。冰雪，其实我真的很想跟你在一起。